暗喻。故事咧就係、故事咧就係講述長平公主，佢被攔，就藏身喺維摩觀。佢喺觀外邊咧執茶嘅時候咧，就撞到驸馬周世顯喎。但係公主咧，佢堅決不肯相迎，而驸馬咧就以死相逼。咁你話結果點咧嚇？係啦，會點咧？認唔認咧？咁我哋又請我哋個同學雪碧同埋金玲唱俾大家聽。一曲《帝女花》嘅暗喻，有請各位細心欣賞。有請兩位。Thank you.
长平公主嘅呢吓，好，等我叩门一问至得。师傅，开门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请问道姑，你贵姓啊？吓，系贫道俗身姓沈，法号慧清啊。你叫做慧清啊？系。
往事如梦情难影，百劫重逢缘何埋旧声，夫妻断了情，佢眉吐真情令我惊，誓应复合下了，头下头暗中玩具轻轻，费力公主，哎呀，施主，你叫唤何人啊？我叫唤公主咯。哦，咁公主系施主，你何人呢？公主系我妻房。应该在家中叫，房中叫，何解会叫到你佛门清净地嘅呢？忍心真系唔认我喎、啊！啊，试问谁无骨肉之亲，谁无父女之情呢？等我讲下先帝崇祯嘅惨事。若果佢喊亲呢，不问而知，就梗系公主啦。好，等我试下佢至得。点解会嚟咗呢度嘅？我放我向前啊，朝应。正巢破家倾，你可又为佢寻痛寻痛孝敬，令牙台里叹苦情。月照啊串台正，一对蜡烛也无人奉敬啊！哎呀，师傅，乜你喊啊？唔通你就系公主？施主，你错啦，皇帝系为我哋而死嘅，我哋又点可以唔喊？
要你带我入去烧住香，你都话唔肯，你唔带我去，我自己去。哎呀，唔得噶！哎呀，哎呀，如此说，施主请。咁烦人咯啊！师傅。我虽然未入过庵堂，但系一望而知，呢座梗系观音大士啦。点解观音大士连座之下有一男一女呢？吓，一个系金童，一个系玉女。哦，一个金童，一个玉女。师傅，咁系咪自有观音以来就有金童玉女，永不分离呢？吓，系哦，师傅，点解一至皇城劫后只留翻一个金童，唔见咗个玉女呢？哎呀，出家人不明尘世事，施主请上香啊！好。菩萨系咪好靓噶？系啊！啊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！你救苦救难，若果我能够与公主团圆呢，我就真系要答谢神恩啊！哎花薄命，大人大
旧时有一个洛昌公主，共个徐驸马都可以破镜重圆。我又系驸马，人又系驸马，点解人哋咁够福，我咁衰咧？你话？我点知咧？洛昌于是啊呀，尚可破镜重明。洛昌差分后，尚与驸马重迎。我日生日世寂寞，虚有其名梦难成，债难清。又再感慨那差分可叹，叹雨声声。收听收听，我不得禁泪暗怨。师傅，你呃我的、啊、我呃你乜嘢啊？你话观音菩萨好靓嘅，我话佢一啲都唔靓。马声观音分贵贵、哎啊，你有千眼都唔靓。哎好夫妻一朝相会，你怎不负责啊调停？好怪佢啊菩萨，往一烧香敲经将你侍奉，往他错念经，我将那香烛一切尽折断。你做乜嘢？我屈你气难平，骂神骂灵，咪添肉。我有驸马命，遭百劫也流刑。我为花迷还未成，哎，大花叫不比柳花清。我身世自幼孤单似浮萍，你从前多纤瘦，一般秋水也含情。若再不相认，只怕我别后你并肩相思证。情何堪你在此孤零，应感我已成。你枉费心里边说情，你太得不近人情。我话你只不近人情。破梦多繁荣，鸳鸯蝶啊玉女陶情，宁以身殉薄后平，我宁啊以身殉不对玉女再求情。哎呀哎呀，驸马爷驸马爷啊，公主你认我了咩？不应还
若再回生，岂不是招人话柄？唉，公主啊，公主。处女儿呀，一年风前三百日，尽在今时方，一诉别啊离情，超人劫后血痕先，可怜梦觉成空啊现，空到落花不见如花影啊，难招子玉啊云，难除黄鹤去，古北到为魔啊冠，便是你住乡啊停避世情难。长孤零啊，轻寒夜拥，梦难成。往日翠拥珠为千人啊敬，今日更无一个可叮啊咛。唉，公主啊，你避世难抛何镜缘，应该要多谢晴天，快把夫郎迎啊！成仙佛，可怜先帝同官尚未入葬皇陵啊，红鱼只可敲出断肠音，难把破碎山河重修整。你想下啦，thank you。